亲爱的好朋友，很开心，就是到了我们健康点点点的直播时间。今天是我营养师黄翠华，就是基金会的执行长，癌症关怀基金会的执行长黄翠华，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什么主题呢？叫做三匹马力搞定肌少症。到底什么叫三匹马力搞定肌少症？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呢，所以你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哦。所以呢，是不是好朋友们上线了没有？赶快赶快上来！到底有多少人该上来呢？你待会儿马上知道，很多人都该上来。我们来看下一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三匹搞定肌少症呢？我想每个人都有个梦想哈，不管怎么样嘛，我们这一生呢，过得可以开心快乐，可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健康到老，对不对？可是呢，台湾人哦，平均寿命增长，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并不能够健康老化嘞。包括超过一半的65岁以上的长者呢，你会发现这个健康老化的问题是大问题啊。大家看这个图有一点小，你看旁边两条蛇那两条线，那是什么呢？上面的蓝线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的平均寿命的延长，这是男女的平均值。下面一条线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余命，这个健康余命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卫福部所提供的数字，中间那个空格，你有没有发现越搞越大，越来越大，这是实在是不好玩的哈。好，我们先继续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个数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呢？首先大家一定想想看一下，我们现在女生哦，大概平均我们可以活到83.4岁，那到83.4岁，可是你知道吗，这竟然在这个83.4岁往前推9.6年，你过得不好，你过的就是生活的自理能力不好，你没有健康了，好，你就失去健康，没有健康老化了。所以这个中间的间隔将近10年，也就是你74岁的时候就开始不好过日子了，那怎么行的？那我男生的好哪去吗？好不了多少去。男生呢，大概平均活77岁左右，但76.8，我们的平均寿命男生，那呢，有8.1年，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是不开心的。好，活得不好的，所以也就是说，你到68到69岁，哎，天哪，不到70岁，你就开始出现大问题了哈，就开始不能够健康到老。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会有一个期待，好心一点呢，我可不可以不要给我的下一代负担？我们呢，有一句话这么说啦，我们呢，不要给我们的上一代负担，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给我们的下一代负担。那如果照这个数字算起来，我们平均要8到10年的时间，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好过，大家一定很痛苦哈。那很多长者在，尤其是当我们失去能力，就是所谓的失能，你会发现自理能力不好，如果卧床的话，那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还比如说洗澡、躺床上都要别人帮你打理，这样很痛苦哎，这实在不好过哈。我们一定是希望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活到老，这是相信是大家的期待。那你收看本集就对了哈，所以呢，赶快老定就老卡，哎，醋鼻就给表，赶快赶快来收听我们，就是来观看我们这一集的三批搞定肌少症。那为什么三批搞定肌少症呢？就是下一件事要告诉你哈，其实我们讲到，如果要确定让我们可以健康老化，什么叫健康老化呢？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活到老。好，那这样是，而且完全自理，你想去哪爬爬跑就爬爬跑，你都没有什么担心负担，这就是所谓的健康老化哈。那在健康老化之前，我们有没有征兆，或是有没有方法，可不可以早点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健康到老呢？那我们有一些方法，来，马上来看下一张。好，这里有3题，赶快来告诉我，你们要上网啦，告诉我回答我答案，这里有3题哦。哎，有没有常常做事提不起劲哦？今天不想做，没劲儿。那有没有这一年来体重变瘦啦？或者说你做的时候你站起来要用手撑着？如果你有符合这3项，来让我知道一下下哦。如果你这3项里面有1项，就请你在我们的答案里面就告诉我打1。那如果2项就打2，如果有3项就打3，如果0项你就打0，我就恭喜你。好，那这3点就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下我们到底有没有衰弱的问题。什么叫衰弱？哎呀，我今天很衰弱，我是不是林黛玉啊？是不是就是衰弱呢？所以其实衰弱是有定义的哈，这个在衰弱现在已经是一个要被重视的。那当然聚焦是在长者，就是65以上的这个资深族，叫做英法族。那一般是聚焦在，可是其实这个
也不是说跳过六十五岁就马上变虚弱，对不对？其实我们其实从年轻一点就开始有征兆了，如果你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都应该是注意的哈。那到底衰弱是哪些原因会造成我们衰弱呢？请看下一章。衰弱的原因很多，首先营养失衡，你觉得你有没有营养失衡？有啦，那个三餐乱七八糟吃，你就营养失衡啦。啊，那你有没有活动力不够？哎呀，大部分时候是坐的。再来是宅男宅女们，那你干嘛活动力就不够啦？或者你的器官会不会退化？会喏，四十岁比起三十岁就一定是退化了一些了。还有，你有没有觉得心理因素或是忧郁？对呀，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忧郁症其实是一个，哎呦头号杀手之一啊，所以是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大的。还有讲到衰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社交互动跟社会支持是不够的。那你就开始跟人的互动减少了。我现在说那个互动啊，不是只有那个赖来赖去而已啊，就出了门跟人家面对面的互动。那像这样的，或是说社会的支持不够，这些都是衰弱的重要原因。那到底衰弱是不是一定是老人家才会衰弱啊？我们年轻人会不会衰弱？你看看图，因为我们也有那个很 muscle man， 七八十岁的 muscle man 很厉害的，对不对？那我们也有年纪轻轻就好衰弱，像个林黛玉一样。那老实说，对长者来说，老化了，那你就开始变得衰弱了。突发事件，什么叫突发事件呢？哎呀，有人提不起劲，哎，糟糕，提不起劲的人最多了哈。好，那再来呢？突发事件呢？比方说不小心摔一跤啦，就像我上次也摔一跤一样的道理啦。那或是失能，好，那这些衰弱，好比说摔一跤就卧床久了，哦，卧床久了就是一个问题了，好，那像失能啦，然后慢慢就没办法独立生活啦，那这些问题就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来，我们再看下一章，告诉你这个衰弱有一个定义的哦。那刚刚讲的那个三道题呢，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在做一个衰弱评估，叫做 SOF 的衰弱评估。看到三题呢，第一题是体重的变化，过去这一年来有没有减少3公斤啦，或是超过的？好，那就是第一个是问题喽。那或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食欲减少？可是因为很多人，尤其是长者，很习惯不良体重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关注几点，不管你几岁，都请你关注你的体重哦。那再下来是什么呢？就下肢功能不好。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站起来要手扶着椅子才站得起来？如果你这样的状况是连续，哎，你又把椅子要超过5次哈，这个情况下你就开始下肢功能不太理想喽。这个当然跟久坐啦、活动力不足是有明显的相关性。再来呢，你有没有精力不太够？好比说你一个礼拜有没有3天或3天以上有这个感觉？比方说哦，真的是提不起劲儿，那这样的频率是高的。如果这三项其中有任何一项你有符合三，好，刚刚就已经好些我们的好朋友跟我回应说，哎，我有，哎，其中有一项。如果我们是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你只要是有一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衰弱前期了。那如果是超过2项以上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真的是问题大咯。所以呢，如果65岁以上的长者呢，现在很幸福哦。我们这个全台湾的这个社区健康中心都不断的着重在帮忙大家。我们不要到了这个长期照护长照，我们先希望不要接受这样的服务，但我们之前可以多努力，所以社区健康中心不断在做这样的推动。所以如果我们刚刚的这个项目里面有家里面的长者有这个问题的话，就可以找我们的社区健康中心，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支持跟协助，或是一些更好的教育了哈。那当然我们65岁以下，我们40岁以上的人呢，我们也要好好注意一下，很简单啦，你就开始多锻炼啦，让自己不要等到老了时候变那样，那就比较好了，对不对？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衰弱。那衰弱当中有一个大问题哦，衰弱当中你没有发现跟我们的行动力有很密切的相关，这是什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下一章。因为衰弱当中有蛮多比例跟你的肌肉能力强不强密切相关。赶快我们再来下一题。这下一题是什么呢？这里面有4道题哦，来告诉我你有没有觉得走着走着就腿软啦，或是说走不快、跑不动、走不远。那有没有说爬楼梯爬一下就觉得腿酸到不行啊，爬不上去了？现在都是电梯，对不对哈？所以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不管几次都不怕，因为反正电梯手指头走楼梯，因为你一按就上去了，好，所以就不需要靠脚走楼梯了，用手指头。那再来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拿东西很没力？好，你现在就是说，拿重物就没办法哈，这个手的力量就不太够哈，那这都是我们讲到我们所谓的肌少症的一个很可能的状况哈，所以我们来看下一章。
那肌少症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把衰弱跟肌少来整合说啦。所谓的衰弱就是没有办法健康的随着年龄增加的健康的能力啊，健康的储备能力越来越少了。那临床上常见的状况是吃东西吃的就比较少了，可能因为牙齿吞咽等等因素啦，或是你有骨质疏松肌肉流失很容易疲劳啦，或是体重减轻啦，哎呀记忆力越来越差，活动力变得比较弱。那肌少症是什么？就完全聚焦在你的肌肉的量值跟量，也就是说肌肉量少掉了，或者说肌肉的品质，就肌肉所展现出来的品质，比方我们的记忆力啊，我们就走不快啦之类的，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直接影响到了，那这就是刚刚那两张图，你有没有看到？怎么中间有一圈黑黑的？那个黑黑的是什么？就是肌肉。那哎，白白的是什么？哎呀，肥肉。哎，很多人会有蝴蝶袖的问题，对不对？原来晃来晃去的就是刚刚你看旁边那个图的白色部分，就是肥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大家仔细再看一下，再把刚刚那张图放大一下下，好不好？刚刚那张图，你仔细看一下这张图哦，这张图告诉你几个讯息哦。旁边那个肌肉黑黑很多很多，是23岁的男生所拥有的，这个肌肉量是非常够的。旁边那个白白很多的呢，好像是肥肉很多，那是78岁的男生。好，可以了，谢谢。所以呢，你会看到哦，原来我们现在啊一样那么大圈了哈，一样这个手臂看起来没太大，没有说小啊，但是其实里面的肌肉量是大幅减少啊。所以肌肉少了，当然我们该有的一些支撑能力啦、行动力啊，通通都跟着下降，就不太妙咯。所以呢，到底该怎么详细搞清楚我有没有肌少症，我是不是肌少症的高风险的人呢？请看下一张。讲到肌少症呢，它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是肌肉量，到底我的肌肉量够还不够，那这个就要去做一些检测了哈，这要到医院去做检测。那医院检测的时候，我们会看你的肌肉的量，男生女生各有标准去看。那第二个呢，可是这个太麻烦了，要到医院那就麻烦了，我们现在看别的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看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力量怎么看呢？可以透过一个握力的检测，这待会马上会秀给大家看。第三个是我们的身体表现，比方说我们走路的速度有没有越走越慢啦，是不是这个走路的能力下降啦，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身体表现下降。那有关于肌少症的三大指标，其实你是有方法可以去了解。怎么说呢？你看这三项，这个第一个不算以外哈，就是肌力啦等等，这地方是不是有问题了？我们先看下一张，来直接告诉各位要怎么样检测会更清楚一下下。哎，好，我们刚看刚刚那张一下下，好不好？谢谢。好，你看一下下，你有没有注意到上面那个指标告诉你下面的结果分析？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结果分析告诉你说，比方说这肌肉量，因为要到医院去就算吧，好，那二跟三肌肉力量，假设呢你两项都没问题，那就说另外两项不符合哈，或者说比方说你有一项不符合就开始肌少症啊。如果你通通都符合，什么意思呢？你发现你的肌肉这个握力过关。那走路速度也很好，所以是 OK 的啦。好，但是肌肉量少掉了，那也就是说你开始有肌少，好，就是所谓的这个肌少症的前期。那如果你不只是这个肌肉握力少掉了，或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变慢了，其中两项当中有这么一项，你就是叫做肌少症，不要怀疑了。那如果我既是握力减少，走路速度也变慢了，那你不要怀疑了，你叫做严重肌少症。那你会发现，第一个是你的肌肉量是不是足够，这个当做一个检测。也就是说，当我们肌肉量减少的时候，你开始会呈现一些现象，就是我们握力会变差了，或是说我们走路的速度会越走越慢了，这些现象是在肌肉减少之后开始发生的。如果我们后面两项有任何一项已经出现，就已经到了叫肌少症的程度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搞清楚一下，那这样讲起来一定要来搞清楚到有没有肌少症哈。肌少症其实蛮常是容易发生在体重比较瘦的人身上哈，所以年纪就是体重瘦的长者，我们尤其要注意一下下。我们来看下一张。好，怎么检测肌少症呢？
很简单，三件事情哦。65岁以上的人长者其实要常常去测试一下。怎么说呢？你要去算一下下，你一秒钟走不到一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每秒的公里数是小于0.8公尺数啊，就是你可以，我们会用6公尺去看算平均值啊，看看你有没有是不是一秒走不到一步，那这就是行动力开始下降的哦。这第一个，这个很容易啊，就在你家量一下，量一个距离，然后看你走多少，平均看你走每秒钟可以走多少公尺，那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你可以测握力，这待会儿会跟大家说明啊。那第二个是测握力，如果女生小于18公斤，或是男生小于26公斤的话，我们就是握力的部分就不足了，所以这个手握力不够了。第三个是肌肉量，肌肉量刚刚是不是说要照 X 光啊，或是说做一些 depth 的检测，那有点辛苦了，所以我们马上来给你示范一下。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首先先看一下，这就很简单，这很容易就买得到了哈。那就是或是你到健康中心就跟他说我测一下了好不好，那就测一下哈。那或是就是买一个来在家里测也是可以，这是我的新玩具哈。好，那你就可以用力用力吃奶的力都给它使上去哈。当然最好是说有两种做法，有一种说法是说垂直站立，然后用力的压压压压压压，看看是测多少，或是说平行90度这样用力也可以，就是最好的施展力。那你可以分为两只手都测看看，举个例子来说，我的右手是惯用手的力道就比较够，那左手呢就力道比较不够，那又加上之前就是说有受过外伤，这个力道都不太够，所以我如果加强训练的话，这两个都会上来。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这是有关于测握力，也就是你的这个握力够不够。第二个是说肌肉量啊，走路刚刚已经讲过了，下一个就要讲怎么样去测肌肉量。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肌肉量的检测方法呢，刚刚说照 X 光，还有一个超简单的方法，每个人都来，赶快来跟着我一起做咯。好，我们把镜头移一下哈，你们看一下，今天呢我特地去买一个很炫的鞋子，就让你看到我的脚在哪里哈。好，你怎么做呢？首先先看我的手在这边，你就是拇指跟食指围成一个圈，这个圈很圆满吧。你什么身高体重，你的手指的长度也约略一样，所以只要围这个圈，然后绕在我们的小腿上，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营养评估的这个小腿围的概念，你就给它绕下去。不行不行不行，你看哈，我就绕不下去了啊。所以如果你的这样子一圈的，你这样子这一圈让你的小腿可以上下自由活动灵活，表示你有肌少症咯。那这个手啊，你可不可以妈，就是儿子帮妈妈测？不行，因为妈妈个头比较小呢，妈妈的手就比较小。所以呀，大家看清楚了吗？就是用你的手握一圈，然后在我们的小腿肚上来，就上下上下滑动。如果你滑下去的时候发现，你可以怎么做呢？拇指连接，然后往下滑。如果你这样不用死命的这样往哈，你就往下滑的时候，像我到这边的话就已经分开来了，就已经分得很开了，然后再往下这样子，这个腿才不会影响到哈。来看一下哈，这样往下移哈。如果你看你的拇指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手指还是在一个平面上，你就发现这个中间的小指头中间是拉开距离了。好，那我们再回掉我的镜头哈。好，所以这样测试的话，就举个例子来说哈，妈妈个头小，就用妈妈的手去做这个小腿围。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骨头，就是骨干大小会有点差别，随着身高会改变了，所以当然手也会跟着会变小一点了。如果你个儿高，你的手就长嘛，那如果个儿小，就手就短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就很快可以测自己有没有肌肉量不足，那这是一个简易的测法。所以三项当然你马上可以知道了，就用这个去测一下下，太细了，然后上面又两条，一个握力，一个走路速度变缓了，那你就是肌少症了。那如果是说这个不行，但是两项，比方说走的也变慢啦，或者说握力也不够啦，那就是这个严重肌少症了。那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希望自己不要有这样的问题哦。这些问题都可以趁年轻来多不断的锻炼哈。那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个重要的事情哦。我们先看下一张肌少症的原因，到底为什么会肌少症啊？这个肌少症呢，跟我们活动量不够密切相关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活动。那第二个呢，跟器官退化会有关系的。再来呢，营养失衡，我们的食物内容物摄取有问题，那这也会肌少症。待会儿会教大家怎么办。
再来呢，体重有没有越来越瘦？不知不觉，哎呀，你会说老师对不起，我是变胖了。OK， 那也是了哈。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重会比较 OK？ 待会会说明。发炎就让你体内不断的产生一些慢性的耗损，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呢，荷尔蒙的影响或是胰岛素阻抗，好，那这些都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不是胖的人就不会肌少症？胖的人用这一圈做下去啊，胖的人用这一圈做下去，有些人胖的虽然上半身胖嘟嘟，可是小腿奇怪不胖哎，好，因为小腿本来肥肉都不太多，所以如果你上半身胖嘟嘟，可是呢体重也很重，可是那个小腿还是不太 OK， 那老实说胖的人不一定就不会肌少症哈，有些是肥胖者，那有的时候胰岛素的阻抗会变大，那这都不是很好的现象。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心脏血管方面的问题，像有一些周状硬化等等啦，或是基因的因素啦，现在也可以透过基因去检测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如果你曾经做过基因检测，肌少症的基因是存在的，那我们就应该趁早开始锻炼，这些东西都是可逆的哦，不用太担心。OK， 好，那我们了解肌少症之后，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哦。我其实始终都很佩服有一位长者，这位长者哦，就是王永庆先生呢、哦。王永庆先生他其实是很令人佩服的，为什么？他到85岁的时候，83岁的时候还可以连续跑5000公尺，那不间断呢。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办法连续跑5000公尺？告诉各位哦，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家附近有小学，那你要跑几圈呐、啊？一圈200公尺，那要跑几圈？200公尺，5000公尺，好，只手测量越来越开正常吗？四只手测量，哎，所谓的四只手是指什么意思？哦，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大家有问题尽管放马过来哈，我就最喜欢跟你互动啦哈。我希望你今天可以一次搞懂，然后让自己的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健康变老？好，当然我年纪可能比你大啊，或是跟你一样都没有关系，让咱们一起健康快快乐乐的变老。有人在问我说这个测试这个很好玩哦，你是不是这样测？不是咯，两根指，一共4根手指头而已的，但是四指，简易四指测试肌少症，就是两根拇指跟两根食指这样绕成一圈，从小腿从膝盖开始往下上下滑动。如果你滑动过得了关，哎，那你理论上要是没有肌少症的人，到中间最宽的距离的那一段，就是我们量小腿围的地方，那关你过不去的话，那就很好，恭喜你过不去。那如果你顺利过关呢，那就表示肌少症了哈。也就是说，你到中间那个最宽，应该手指头会开开，应该哎像我这样子哈，你手指头应该会开掉，这里。OK， 好，是不是太胖吗？哎呀，说得好了哈，我觉得哈，如果胖的人呢，要先注意一件事，我们有没有必要去量肌少？因为有些在比较胖的人身上，我们用这个简易的四指量肌少症的这个方法会稍微比较有误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全身都肉多，所谓的肉都包含肥肉啦，理论上讲肉都应该是讲的是瘦肉，可是肥肉也跟着多啊，所以我们在量小腿有时候我就发现比较不准哈。那可是呢，你可不可以先测另外两项？好，就当做自我警惕。举例说，你看看你的握力，我虽然很重，可是什么握力那么差？那不行不行不行 ，no， 这不 OK 的哦。那如果说，哎呀，我现在这个握力不 OK 不打紧，我走路速度好像怎样也快不起来，那这还是不太妙。所以说，我们体重重，那用这个四指去量小腿围是比较不准的。但是我有没有必要为此去大医院去检测肌肉的量呢？未必一定需要哈，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去多测试另外的两项哈。那记住喽，一定不是这样子，很像在包东西一样，四全部指头都上去，不是哦，就是四指头就好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赶快再看下一张了哈。我们现在刚刚讲到那个王永庆，他不是83岁还可以跑5000吗？不得了哈，太厉害了。好，接下来要告诉各位什么呢？我们马上要告诉你呢，那个肌肉量哦，不要开玩笑，它随着年龄增加会越来越多。有没有看到我这个图？你到40岁以上就开始往下走下坡，可是超过50岁就，跌速很快了。那你会发现什么呢？40岁以后到40到70岁之间，你每10年会减少8%，它是渐进的啦。但年过70就是每10年减少15%了呀，不得了。那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40岁到70岁之间，你大概会掉24%啦。好，因为这个有三个十年嘛，好，所以会掉24%的这个肌肉
很可怕呢，我们可以不要掉那么多，拜托拜托，开始运动，马上会教你怎么运动哦。接下来后面的十年呢，不要小看后面的十年，我们再回去前一章。后面的十年呢，就掉了15%，所以随便一算，你就会掉将近40%，就是前面的40到70岁掉24%，70岁到80岁掉15%，加起来掉快30%，39.40%，很可怕。这个是肌肉量，但是很抱歉，大腿肌力也会流失的很严重哦。你看一下到底有多凶凶，我们大腿肌力哦，每十年减少10到15%，这个比起肌肉量的减少更可怕。然后到了70岁以上的话，每十年减少25到40%，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肌肉量跟肌力的流失都非常的惊人。好，所以了解到这个惊人之后呢，下一件事情，这样子肌少症到底会怎样啊？有多凶凶啊？来看一下肌少症的后果，你会发现哦，很容易跌倒，跌倒的风险增加。一跌倒往往就是那个转折点啊，一跌倒以后就开始变卧床了，就开始变成好像觉得离终点离趴下去完全趴下去越来越近了。很恐怖的，那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咯，那住院天数也可能会因此而增加。如果有肌少症的人，有些人虽然生病了，快快出院，那很高兴嘛，但是如果是有肌少症，那就问题来了哈。那还有死亡率会上升，还有肺部啦、心脏血管疾病啦这些的发生率都会变高。另外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也会让我们有高血压的人，同时有肌少症，他的存活时间会变短。那我特别特别要关心我们癌症的好朋友们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有同时伴随肌少症，我们会降低我们的手术或是各种治疗的成功率，然后呢我们也会让我们药物的这个毒性增加。哎呦要命了，我们这个癌症的治疗就已经很辛苦了，还让我们这个药物的毒性增加。如果你胖一点就是所谓的肌肉没有少掉的话就很好了所以呢，那另外卧床啊、糖尿病都会增加肌少症的风险。还有旁边有没有看到，你会发现如果掉10%的肌少症啊等等等等，你会发现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好，那如果掉到40%的话，就根本跟死亡连接度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这个左看右看都实在不是一件好消息，太严重，那怎么办呢？赶快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做。嗨，首先最重要一件就是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呢，快快乐乐健康变老。怎么做到呢？你只要做两件事你都可以做到。首先第一个就是营养支持，好，崔老师是营养师咯，一定要告诉你营养支持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要运动，你要时时保持运动。可是你说我每天上班工作很长，或是我是这个很多是静态工作者或是等等很多因素，所以让你的活动量就是受到限制。但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还是有很多的好方法。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吃怎么解决好，饮食照顾的部分，首先第一个要维持你的理想体重。那维持理想体重要讲清楚一下如果65岁以上的人我们的理想体重的维持标准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 BMI 对不对？身体质量指数。这个 BMI 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大概是1824叫做 OK。好，那一般来讲用22，可是呢，长者65岁以上，我们就希望是用25来当标准。什么叫25啊？150公分的人，如果你是 BMI 25的话，150公分大概是56公斤，叫做25好，所以你的上限就是56公斤差不多。可是如果你太瘦，50到56都勉强过关，越接近56越安全，因为银行有存折，这样比较 OK， 也就是储备量够。那可是呢，肥胖是什么程度呢？150公分的人，记住了，56是你的比较好的状况，61以上是肥胖症了，不行。如果160公分的人呢，64公斤是你的比较 OK 的 BMI 在25的状况，超过69公斤就是肥胖症了。所以呢，如果你160公分，大概56到64公斤 OK， 150公分50到56公斤 OK。 那接下来蛋白质超重要哦，蛋白质有多重要呢？因为我们的肌肉就是要从蛋白质来，这个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氨基酸，是一个必需氨基酸，叫做白氨酸。这个玩意儿呢，在黄豆类、豆制品、黄豆、黑豆、毛豆还一样，含量很丰富的。另外，鸡肉啦，或者是金鱼啦、鸡蛋啦、奶类，它都有丰富的这个就是这个白氨酸的含量都不错。那接下来呢，维生素 D， 我们发现，维生素 D 不是强化骨骼而已不是帮助钙吸收而已它竟然跟我们的肌少症的预防也有帮助，还有一个足够的
这个钙质。当然下一章再看一下哈，下一章就当然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了，要均衡的营养啦，好，这个是什么都要吃，我们的食物的胃这胃腹部给我们的六大类的食物就要均衡摄取，因为蛋白质吃很够很好，可是呢你的热量吃不够，也就是说全谷杂粮类吃不够也不行啦，蔬菜水果太少也就没有辅助帮助肌肉质量建立起来的东西不够也不太行哦，所以呢我们还是都要注意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好，下一章马上告诉你哦，蛋白质要怎么吃呢，给你一个超简单的方法，那什么叫做三 P 搞定肌少症，就是告诉你一餐就是要给它吃三 P 啦。什么叫三 P 呢，我们先来认识什么叫一 P， OK。 好，那一 P 呢，我们看这个图，简单来说呢，大概煮熟的黄豆两汤匙啦，或是半碗豆腐啦，或是豆包啦，这个图示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我的手好不好，看一下画面。所谓三 P， 各位了解三 P 大概就是你会吃到25到30，所以我们一餐只要吃到三 P 就搞定了。那我有一个学员告诉我说，老师啊，这是大家都知道哈，这是基金会出的新书哦，做自己的营养师这本书里面就有很详细的，在我们的这个P 这个章节哈，从这个章节 P 这个章节里面就有告诉你，还告诉你什么叫一 P。 那我们现在你还没有买书，还是要记住要一 P 啦哈，对不对？所以我先告诉你什么叫做一 P， 一个鸡蛋叫做一 P，或是说半碗豆腐叫做一 P， 或是尖尖的一汤匙。哎，救命啊！有谁可以给我一根汤匙吗？好，来啊，或是一汤匙的肉，好，那或是比方说猪肉啦，或是鸡肉，或是鱼肉啦，大概是有点尖尖的一汤匙，好，在我们书上都有写到这个汤匙。谢谢，你看我们的大队长好好哦，来，你看到这个汤匙哈，看这个汤匙大概是表示这个汤匙，如果你有书的话，前面有告诉你这个尺寸，这样尖尖一汤匙的肉叫做一批，好，记住了，一个蛋一批，一汤匙的鸡肉、猪肉、鱼肉都叫做一批，那海鲜比较翘翘的，就大概是约了两汤匙叫做一批。好，豆浆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好简单，你看一下下，哎，干杯，这个豆浆呢大概这么大杯，看得清楚吗 ？OK， 差不多这样大杯，200cc 而已哦，190cc。200cc 就一批啦，所以我们现在外面去买那个盒装的无糖豆浆啊，那样子一盒大概就两批啦，所以其实要达到三批不难，但是你要真的要学会，一定要搞清楚，然后让自己每天都记得这么做的话，你的肌少症就不是问题了。再看这个下一章，所以记住了哦，我们来示范一下，举个例子来说，午餐我可以怎么吃呢？我可以吃半碗豆腐，然后再一汤匙的鸡肉，然后再吃两汤匙的鹅啊，可以啊，这样就三批啦。那晚餐呢，我可以吃半片豆包，好，那或是说一汤匙的鱼，再来一间碗的这个蛤蟆，好，那这样也是三批哈，蛤蟆一间碗就一批，为什么？带壳啦，去掉壳之后还有蛤蟆水含量很多哈，消一消以后，这个一间碗带壳的就是一批，然后又一汤匙的鱼又一批了，就两批，加上豆制品就一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都希望你吃一点豆制品，它有很多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豆制品里面这个白氨酸很多，对不对？还有呢，豆制品除了白氨酸很多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我们又可以让肚子里面的好菌变得很多哈，又不会让我们越吃动物性的食品的话，肚子里面的好菌会减少。那早餐呢，你就可以喝个豆浆，那这样你很容易就是够了哈，至少这个预防就搞定了。那崔老师可不可以教一个简单的食谱？来，马上教你一个超简单的食谱。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关键字哦，你只要打上豆腐蒸鱼，我们就会送给你食谱哦。来，告诉你这个豆腐蒸鱼怎么看。怎么看这个食谱？很简单，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哈。首先呢，好简单，就是买那个一整个盒装的那个盒装的板豆腐。为什么要板豆腐呢？因为板豆腐钙才比较高，如果是一般的嫩豆腐，它的钙含量是低的。板豆腐1/4格，把豆腐切薄片铺在下面，你还可以穿插排，排的美一点。上面呢，你就放一片鱼，这个鱼多大呢？我们可以约略是两汤匙的量，或是大概是我的手掌，好，一个手掌大，好，手掌而已，指头不算哦，这样它大概半公分的厚度。那你旁边还可以放一些菜啊，增加一些蔬菜纤维的蔬菜纤维，还有一些其他的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呢，下面一批的豆腐，上面两批的鱼，哇，
这一道就三批刚刚好了，所以如果你在家很忙的时候，就这样子就搞定了哈。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所以要记住了，三批超重要，剩下一点点时间，赶快要教你啊，怎么样做运动？那讲运动之前，我们要先稍微说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哦，你吃得很好，三批就是三批就是三批，千万记得，然后记得赶快去买书。好，我刚刚说我的学员告诉我说，老师我要买好几本，为什么呢？因为我给我的孩子每人一本，因为这是他们的传家宝。那这是我亲爱的老师写的书，另外呢，这个书里面帮忙他们一辈子可以健康的好书，所以他们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一本书。好，所以你是不是有没有传家宝了呢？要是你的传家宝还没准备好，赶快在各大通路都可以买，上网买比较快啦，就是什么博客来啦，或是我们的出版社是城邦出版社，也都可以购买得到。那我们刚刚讲说运动超重要，对不对？可是现代人真的要去运动啊，你又担心外面空气污染啊，然后等等好多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可以怎么办呢？马上教你一个超简单的方法，我们要用有氧运动，可是我们要有训练肌耐力的运动是什么呢？马上来示范一下。好，各位看到我这边呢，你现在是不是上班的时候呢？你或者说你在，因为有很多因素你要久坐，那久坐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训练肌耐力呢？首先第一件事，坐的时候你就坐着，然后单脚翘起来，翘起来的时候记住哦，这样翘不够，哎，有没有看到脚要给它一用力，这样有没有？来，把它跟我一起坐坐看。这样你很用力哦，很用力哦，其实你这个时候你的小腿肌肉在锻炼中。那我也曾经看到文献，如果我们的骨骼肌增加，其实我们的白血球也会增加，我们免疫力会增强的哦。所以哦，不管是任何人，我们都要常做。所以呢，你上班的时候你也说哦，休息一下下啊，累了累了，然后就赶快翘一下下，单腿翘一下，数到5到10秒啊。可是你上班中或是说你在忙别的事情，就可能不一定做到，没关系，你就有点微酸了，就把脚放下来，再换另外一只脚。哎，又翘起来，好，这样就可以啊。那你可不可以双脚翘？可不可以一次两脚翘？可以呀，但是你就要坐稳哈，千万不要像我这个坐有轮子的，一定不可以。你双脚翘，这背脊要打直，就不要做这个姿势，以后的腰给酸了哈。所以你就打直靠着，然后就两脚一起翘起来，就像我这样翘着高高的，然后就没事就这样翘着，然后看电视也给它翘一翘。做什么事都给他翘一翘，只要静态的时候你就坐着翘一翘哈。那或是在车上可不可以翘呢？这个公车可能不太行啊，如果每个都翘着就麻烦大了哈。好，那再来下一个运动是什么呢？手上的运动。手上运动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超简单，双手哎就给它往上举，你看到没有？哎，看得好，就在往上举，举举呢，哎，左边弯一弯。好，再来右边弯一弯，可不可以这样子？哎，你只要在办公室发现在举手的话，你就发现哦，大家都很重视健康，这个其实你会发现你整个臂都拉到了。好，那这样就很好。还有一个方法，来，我们还是一样哈。哎呀，像这种500cc 的水瓶啊，你就可以一边忙，嘿，就这样，可以看到吗？我蹲低一点哈。好，可以，好了，可以了，你就蹲，你就像好，就贴在耳朵举高高，就是这个一个水瓶，这个水瓶大概是500cc。那这个水瓶有多重呢？大概0.8公斤了，因为瓶身大概是0.3公斤，然后加了水500cc， 加起来就0.8公斤了，就可以举。那大概0.8公斤是很刚好的，就装满的时候，哎，你就要举手，一边忙你的事情，手一边举一举。然后现在换了要看了，就你先用右手啊，右手你就看一边看东西啊，好，这个手没事干，左手没事干嘛，别让它闲着，你就给它举手。然后呢，再来再换另外一只手，现在看荧幕啦，那你就换另外一只手。那干脆呢，就两只手一起举，可不可以呀？可以呀，你就这样两手举一举啊，就让你的手臂随时。你有没有发现，你都是用身边很容易拿到的东西，你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很好的运动了哈。好，那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的时间有一点超过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一定要努力锻炼这个我们的肌肉，让我们可以不管是肌肉量跟肌肉的这个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的肌力跟包括我们的生活的这些行动的部分都能够不受影响，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邀请各位跟我一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变老，不要忘记哦，你要打这个豆腐蒸鱼，我们就会把那个三批的菜单就是寄给你哦，三批，哎，这个很方便，而且还有很多营养丰富。还有一件事超重要，一定要赶快去买书，这里面有一大堆一大堆有关于什么叫做一批，好，或是到底该怎么吃到三批。还有，如果你外食会不会有问题？这个外食哦，怎么知道到底是几批呀？怎么搞清楚啊？不要担心，在我们的食谱里面，比方说，万一你吃了披萨，
有批没批啊，或是说这里面，或是说你现在吃个霸掌，那是有批没批呢？等等，你可能会很疑惑啦，等等，这些都不用担心。这个书里面全部都告诉你，包括外食，包括批的介绍都有啊。赶快去买书啦！接着呢，赶快开始运动啦！如果你现在有空，就开始翘脚、举手。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谢谢大家。